嗨，大家，今天呢要拍一支度假 villa，要去哪里度假呢？因为现在也不能出国嘛，然后最近又被闷坏了，就刚好在网络上找到那种订房的优惠。我要先说，这不是业配影片，就是我们自己之下找到在台北还不错的酒店，然后就订了一个晚上的住宿。所以今天我妈跟我姐还有我们三个女生呢要来一个微旅行，有一点期待，所以我会把这个过程拍一个小 vlog 给大家看。前往信义区，去度假喽！妈妈，因为妈妈说她要入境，所以我被迫要拍这支 vlog。Hello，嗨，姐姐，我们要入住拍呀。开箱，蛮漂亮的。你的床很赞哎。对啊。对啊，它还有可爱的枕头。照一下姐姐，很健美啊，摆个 pose 啊，要不要打开？打开哪？我才不要！耶！我看一下，你要怎样？照片还可以吗？我觉得还蛮辣的啊。其实我是超级旱鸭子，应该真的碰得到地板吧？啊！碰得到。冷吗？这个温度很可以哎。哎，你还会狗爬式哦？我的狗爬式游的蛮好的、啊。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妈，你也下来啦。它的温度很好。我想就这样吧。好弱、哦。巧克力心米花，这个是比较健康的，浓郁巧克力。买了，对啊，买。是哪里？台湾的、哦。来到台北的信义区，步行至信义区，在晚餐前来一杯好吃的优格双起灵吧。我们点了一杯中雪塔，三种配料分别是谷物燕麦、莓果酱以及草莓。没开放内用之前都不能在外面享受优格双麒麟，超想念的。终于来到令人期待的晚餐，荣获米其林推荐的帕泰家泰式餐厅。第一道菜色凉拌金沙青木瓜。是泰式青木瓜以及咸蛋黄跟花生粒的清爽组合，清脆的青木瓜条搭配咸蛋黄的丰富滋味，相当有创意的开胃小菜。接下来是后宫玉香金砖，这是豆腐还是什么？在酥脆的豆腐里面。切开来是芋头块耶，里面有人烤，三个人，两
觉得很开心。帕泰家的甘蓝手卷也是网络上说必点的一道菜色，以新鲜甘蓝叶包入各种配料，口感多层次，丰富十足。但是妹有点吃不太懂，因为甘蓝叶算是比较粗硬一点，还是喜欢吃我的玉香金砖，太幸福了。海鲜汤，酸辣汤头中带有浓浓海鲜味，酸味与鲜甜味十足。富有新香料的迷人香气，让人一喝就上瘾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好好吃哦。忘来个碳烤沙爹鸡肉串来补充蛋白质，烤肉的肉质软嫩有弹性，鸡肉腌制入味 ，juicy 好吃。最期待的软壳蟹炒河粉 ，Q 弹的河粉搭配新鲜的食材，咸甜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。把旁边附的花生、辣椒等等混在一起吃，更增添风味。软壳蟹是令人惊艳的多汁美味，外层酥脆，里面的蟹肉与蟹黄充满口中，这道绝对必点啊！由于帕泰家最经典的榴莲包已经卖完了，于是我们来到微风南山 B1， 来一个薏仁芋头椰奶紫米粥。还好只有点一碗，对啊，我给你，因为它蛮多的。椰奶，店员说忘记加椰奶，他补加椰奶，感觉更好吃。对啊，这样子对。带着满足的心情回饭店，刚刚就是差那一口甜的。对啊，来喝酒咯。这是夏日蜜苹果酒，坚果木莱姆，然后这个是 mulberry 桑葚酒，然后我要把它变成很好喝的调酒。加冰块啦。是啊、喔、对啊当然啦、啊、对啦要先加冰块，为什么？那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先加酒的话，然后你冰块放下去不就很容易喷出来，然后很容易满出来吗？那你先加冰块，你就知道你要加多少酒啊。不会啦，那么简单，你就把冰块放一放，把酒倒进去就好。它很可爱吧？靠，有点难开。哎，我终于开了。然后现在把它加进去。漂亮。来，耶！谢。清爽吗？好喝哎。还行。有点没反应。有葡萄味道。桑葚啦，
情关系，君悦酒店有名的 buffet 凯菲屋从自助餐摇身一变成 cafe mart， 有各种中西式海陆美食，很像在逛超市一样，把热腾腾的熟食带回家，跟菜市场买菜一样。Your fist turned rabbit and your body was frozen. Think I could hear your heartbeat. Ding out your chest and your sweat and your palms just won't rest for a second. You'll be like, Momm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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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ttling in, settling.Both called it from the beginning.